度一切众生，教化这众生，从本身做起。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也是要从本身做起。试问问，我们走进基督教堂，见到耶稣的像，会不会去拜他？走进印度教，看到印度教供的大梵天王，供的是神像，我们有没有去拜他？没有，那讲的话不算话。礼敬祝福，祝福是什么呢？过去佛，现在佛，未来佛，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。所有不同宗教里面的神圣全是未来佛，也可能是过去现在佛应化的。我们不懂啊，我们没有做到啊。我们对他行礼，不是用佛教的礼节，入境随俗。他们教徒用什么样的礼节对他们教主致敬，我们要学习。单单凭口说不行啊。一定要入境随俗。这个在形式上，内心决定是平等的恭敬。